肝好就会好，肝不好的非常容易疲劳。那如何保护肝脏健康呢？养肝小常识学一学，每天花两分钟就能达到护肝效果。闭眼睛，肝脏和眼睛是相通的，肝主藏血，肝主目，所以养肝首先可以养目。如果眼睛干涩，容易流泪，可能都是肝在作怪。干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，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。用眼疲劳的话，闭眼睛就能很好的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。闭目降气，食指轻压眼睑，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，便觉得躁怒平息。转动眼球，可以固定远方一个大型物体为目标，从左到上到右再到下再回到左，完成一个大圆圈。记住保持头部不动，就眼球动。转动十圈后，再从反方向转动十圈，能有效清除眼疲劳和提高视力。踮脚尖，每天记得踮脚，也能达到补肾养生的功效。转动颈部，工作一小时后转动脖子，轻轻拍打颈部肌肉，能缓解肌肉疲劳，还能改善大脑血氧供应。脑子暂太清醒很多，对神经衰弱也有一定效果。养肝四方法，枸杞护肝明目，是绝对好的食物。枸杞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泡水，还可以做药膳和粥。一、枸杞粥，先将大米煮成半成品粥，然后再加入枸杞，煮熟即可食用。枸杞粥的功效，对眼部疲劳、头晕目眩等症状有缓解作用。肝炎患者喝枸杞粥，则有保肝护肝、促使肝细胞再生的良效。护肝还可以多多食用青色食物，女性还可以多食用红枣粥，脾胃虚弱的更合适。二、喝养肝茶养肝，还可以多喝蜂蜜红糖红茶。红茶养胃，而蜂蜜和红糖温中，所以此茶有温中养胃、驱寒的功效。所以肝火旺的可以多饮此茶。三、压护肝穴，按摩穴位也是非常直接的护肝方法。护肝穴位，双乳间的膻中穴，双手相叠，上下往返膻中穴30次，可舒畅气机，刺激胸腺，增强免疫力。小腿上部的足三里穴也是护肝穴，握拳捶打，可以达到补肾养肝、固护脾胃的功效。四、做护肝操，每天下班回家可以来一套护肝操。干洗腿，两手紧抱一侧大腿根，稍用力向下摩擦到脚踝，然后再往上到腿根。或也可揉腿肚，即以两手掌夹紧一侧的小腿肚，旋转揉动。养肝最重要的是饮食和作息都需要规律。如果经常熬夜，体最先受到伤害的是眼睛，这样也直接伤害了肝脏。所以科学的养肝睡眠法，就是在晚上11点前上床睡觉。肝脏能定时排毒，减轻身体负担。欧米伽负三脂肪酸内容未完结，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研究显示，欧米伽负三脂肪酸对肝脏健康有益。其动物性食物来源包括野生三文鱼、鳟鱼以及沙丁鱼，植物性食物来源包括苏麻油、胡麻仁油、核桃油等。欧米伽负三脂肪酸中的亚麻酸对于预防肝脏病变、促进肝脏健康修复是很重要的。其中苏麻油的含量可高达 67% 左右，每天补充必要的亚麻酸，降低血脂，疏通血管，扩张血管，改善肝脏的供血，改善肝细胞的营养、代谢和排泄状态，有利于肝细胞的形态与功能恢复。蘑菇，蘑菇营养丰富，是硒、铜、钾、磷、色氨酸和维生素 D 下二楼 B3、B6、
B5 的绝佳食物来源，蘑菇中还富含锌、锰、镁、铁、钙及蛋白质和维生素 D 下一楼和 B6、叶酸、膳食纤维等，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、通便排毒的作用，肝病病宜常食用。乌梅，乌梅以酸入肝著称，其具有补肝、连肝的医用价值，不仅具有和肝气、养肝血的功效，而且还能加强肝脏的解毒能力，促进消化吸收，进而达到调肝、养肝、护肝的功效。